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用的鸭是樱桃鸭哈。所谓的樱桃鸭是从我们宜兰这边自己养殖的。好啊，樱桃鸭的部分就是以前人家讲说在战争时期哦，英国人到大陆去，他在北京看到北鸭，然后觉得这个鸭种不错，然后就把它带回去到英国哦。英国有一个地名叫樱桃谷，他带回去那边做一个饲养的动作哦。然后就近期这几年被大家就是又移回来台湾的时候就被大家广泛就是觉得说啊，这樱桃鸭的鸭种的它整个油脂跟皮的部分哦，烤起来都很脆，而且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啊，所以就把它移到我们台湾来。因为为什么要在宜兰跟花东地区？因为宜兰地比较大，然后水质也比较干净，所以在那边养殖哦比较没有污染，所以养殖出来的鸭非常的好。